刚早起已经变第五代去啊吼。好来，请问您爸是什么种的人？足安静的人，沉默的，无啥爱讲话，的人。伫厝里，伫厝里，但伫外口拢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讲到尾啊无力啦。伫台上拢一直讲话，含厝里拢就无共款。伫厝里就一直泡茶，伫厝里一直泡茶，一直泡茶。你感觉恁爸未来人生应该安怎对国家社会才有意义？哦，这哦，对国家社会才有意义哦。嗯，我唔知呢，你就好好活嘞，好好做节目，好好唱歌。哦，安尼就好啊。你嘛，我还有曝光率安尼。哦。好，大家拢知影。知影你，知影你。较拍拼去上节目啦，系啊，安尼才会当有较大影响力，嗯，对国家社会较有帮助安尼，嗯，好，好，感谢。